自然疗法心得分享，接下来呢就是讲精神神经疾病跟睡眠障碍。精神疾病跟神经疾病呢，其实是很难分的。我记得我还在念这个台大医学系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哈，精神科跟神经科是不分科的，不分科的，那个时候不分科。那我有两个同班同学，他们也是精神神经科一起做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变成精神神经科分家了。我认为分家是不对的，所以一个人到底是精神病还是神经疾病哈，有时候其实还蛮难分的。很多都是精神神经不好才引起精神病。其实我并不是很认同说有单独发生的精神病，通常都是因为神经疾病。所以我曾经写一本书叫《精神神经疾病不药而已》哈，里面有一个口头禅，就是精神病都是神经病，都是神经的疾病，是硬体的问题，不是软体的问题。啊，软体的问题不多，被虐待的啦，怎样怎样哈，那种是软体的问题，硬体的问题比较多。所以基本上我精神疾病跟神经疾病，比方说你阿兹海默症，你到底是精神病还是神经疾病？有人会把阿兹海默症当成精神病来治疗。我有一个朋友哈，他妈妈大概70快80岁了，就被医生很多年的时间当成一个叫幻想症、精神分裂来治疗。哪有人到60岁才精神分裂的？没有啦，60岁以后精神分裂大概都是脑神经退化引起的症状。他一直吃药吃药，一天吃20颗药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一直吃药，就是说这个药没有效就加另外的药，或者这个药有副作用用另外的药来去克服它的副作用。后来他找我，我就说你这个我看一下，看老婆就知道是阿兹海默症。我说你就用我的方法，你就是用我的方法，断糖生酮饮食清气什么什么什么哈，加起来你把药全部给我丢掉好了，还出国去玩呢。因为好，有时候药物的副作用会让你趴在地上，这个是我很惨痛的，我很深刻的经验哈，是很多病人惨痛的这个经验。所以我是认为说，我这本书哈，是大家如果要看的话，搜寻一下《精神神经疾病不药而已》，网络上就可以免费看到哈。所以说，到底是神经疾病还是精神疾病很难分呐。所以说我常跟病人讲说，你这个哈没药医啦啊，病人很紧张说，我怎么会没药医？我说不要用药才会好哦，这样我知道了啊，那太好了，我最喜欢不要用药了这样。所以说脑神经细胞营养失调就是精神疾病。今天哈，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，我不要在这里再重复讲，所以我就先提示一下就好。就是说精神神经疾病，我这个总结啦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？第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内酸中毒。那么这个酸中毒哈，你就可以去那个看我们的第6集细胞内酸中毒，还有氢分子医学，你这个两个看完哈。所以说精神疾病的人，你一定要把身体里面的酸减少产生，用氢气用热疗把身体里面的酸排得一干二净，排到没有酸好排，就好像把你家里的垃圾丢得一干二净，家里打扫干净一样啊。就像这个人啊，这个也出现过好几次啊，这个很典型的一个自杀的人，想要自杀的人酸一排掉啊，就好高兴好高兴，心情好得不得了，一直哈哈大笑这样。像这个睡眠障碍啊也是这样啊，就是这个酸一排掉啊就好睡了这样。就狂叫的睡眠中狂叫的就好起来，像这个前面的也是一样，失眠啊、偏头痛啊、脑雾啊，全部也都好起来。就是说，我们要怎么样减少酸的产生，怎么样促进酸跟自由基的排泄，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。像这种忧郁症、偏头痛、脑雾啊，工作不容易达成，全部都是这样。好。第二呢，就是必需脂肪酸缺乏，所以大家要去看生酮饮食这一章，做低糖或者断糖生酮饮食。
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脑细胞要原料嘛，因为脑细胞哈，它是大概六七成的组织是油做的哈，还有肠络肺络脑络也很重要，啊，大家看第二集肠络肺络脑络为什么会引起精神病，大家看完就知道。还有呢，第四就是碳水化合物、果糖、蔗糖吃太多，脑细胞呢有些组织对葡萄糖能力降低，有些过度利用，就是同样一个人哦，他有的脑细胞对葡萄糖过度，有些是不会利用，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症状。他不是说一下子过度就全部过度，一下子过低就全部过低，他是不同的脑组织有不同的啊。所以大家要看这个葡萄糖果糖中毒这一章啊，碳水化合物不要吃过量，淀粉不要吃太多，免得酸产生太多啊。这个很多人常常说，哦，我一吃饱饭就头昏脑胀，啊，这就是淀粉吃多嘛。你改生酮饮食以后，饭就整个人就清醒清楚了，啊，这个很多人做生酮饮食的经验都是这样。再来呢，就是第六，二氧化碳过高使脑细胞中毒啊。这个前面讲的第十集二氧化碳慢性中毒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所以今天讲到耶后面呢，就好像前面都讲过了，不过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哈，也就是说我不承认人有什么精神病，所有的精神病你能够用前面那些方法来治疗哈，绝大部分都会好起来，甚至包括老年痴呆，甚至包括巴金森氏症啊，有一些多发性硬化症全部都可以痊愈啊，大家有空可以上网看这个书哈。那也就是说回归到这里，脑神经精神疾病、代谢症候群、自体免疫、过敏全部吃同样的方法，就是把酸跟自由基排掉，然后呢好，抽血找过敏原，然后要吃到好的油脂，下面中间啊，生酮饮食啊，吸进去啊，做啊热光疗啊。所以这一篇其实哈，要讲的话三个钟头讲不完，可是我们已经切开了啊，切开了大家就好好的啊放在一起，一集一集去看你就知道了啊。欢迎看下面一集，就是广发性失智症。